开始挑战青梅精。来吧，你先吃，我先吃。先吃，你先吃，你比较扛一点。不什么意思吧？我感觉吃完它这个脑子会炸。也真的是腥的啊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没事没事没事。我来。这闻着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味儿啊。你尝一口，看陈怡的表情。不能捂嘴。牛牛来，牛牛该牛牛了。尝一点，你都尝一点。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收嘴去吧，哥干啥了？牛牛挑战失败。你把肉口一会儿。咋了？嘴馋了是吧？这没啥味儿，闻着。你要那你不挑战了吗？等会儿让自己说，让我自己拿。有人说他会咬人。你看宁宁是在尝品尝。一勺，对，让我尝尝。来，甜吧？不是呀，挺好吃，挺酸的，好吃。咽下去能吃吗？能，青梅做的可以泡水喝了，还能咽下去，咽下去，哎呦我的妈！这个女人吐了，吃一点还行。拜拜，我是打来了。